台南靠山面海，台湾最大的古城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台南境内拥有许多台湾第一所学院，第一所中学，第一间西式医院，第一份报纸和印刷机，第一个100%归属的原住民原居地，第一所气象点和测候所。我看到我们在这里的很多教派，但是没有分为彼此，每一位按照父神的旨意在做事情的人，都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姊妹。华人世界里的迦南美地平原，造就长子城市的兴起。愿台南兴起，不轻看自己仍是长子城市。率先建造这城的意象。我觉得台南有一个使命，它有一个命定，它要成为，不只是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体，它还有要扩展到其他地区。我想我们这个属地团队，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什么，而是要为了这个地区，为了台南这个地区，它的命定，它的使命能够被打开、被开启。如果我们要付出，如果我们要为这个城市愿意摆上，我们要付代价，让这个城市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，也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，也成为一个在宣教里面我们一个拆传的祝福，嘱咐我们的下一代，成为这城使徒性的继承者，进入天父旨意的关键时刻里，我们宣告启动释放。神从创世之前委任在台南属灵丰厚的泉源与价值，使台湾迈入使徒性的元年。